来，我看一下这题哦。他说有四个顶点，好不好？一个正立方体有四个顶点。老师把这叫 A 点，把这叫 B 点，把这叫 C 点，把这叫 主点，这样行不行？问你下列哪些点也是这正立方体的顶点？来，这里怎么算？基本上哈，这正立方体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有几个顶点？八个顶点。他告诉我，其中有四个顶点在这边，这样行不行？麻烦你把其他顶点把它找到。基本上哈，像这种题目，题目不会乱出，一定有规则。你一定要看清楚它规则，否则这题根本就很难算。这样行不行？怎么说？你观察一下一个现象，这四个顶点有什么特征？这个很重要，有什么特征？它们立的地方都是几？零。所以说这四个顶点都有个特征，它们在 SY 平面上，对不对？所以说它们在同一个面上，所以说可能在这一面，在这一面，或在这一面，或在这一个面，所以四个顶点会共面，对吧？所以说这四个顶点会是随便这样子吗？不会，不可能是这三个。所以说要么就四个，要么就这四个，要么就这四个，当然有可能是这四个，对吧？行不行？行哦，或是这四个也有可能哦。所以说可能是这样子，好不好？平的、直的，或是横的，或是对角线下来，这样行不行？好，那怎么办？麻烦你先试着把谁，把这四个点彼此和彼此之间距离找到，这样行不行？也就是把线段 AB， 也就是把线段 AC。也就是把线段 A 珠，好不好？我们用距离去观察一下这个四个点相对位置，还有 BC， 还有 B 珠，还有 C 珠，这样行不行？各位可以哈，麻烦你 AB 两点距离算出来自己2根号2 ，AC 两点距离算出来自己8+46根号242根号6。A 珠是几？算出来是几？四。BC 算出来是几？四。B 珠 ，B 珠算出来是几？相减是几？-2根号2，平方8，相减是4平方16，8+16=24开根号2根号6。C 珠算出来是几？2根号2。好，先把这些长度算出来。长度算出来说一个很奇怪的现象，老师想请问你根据这些长度来观察一下，老师想请问一下这四个点位置在哪边？基本上你要知道一个现象，什么现象？对一个正立方体而言，它们顶点之间距离是几？1:2比几？3，有没有印象？什么意思？比如说这个正立方体而言，这两点之间距离是一，那这边对角线距离又是几？1:1根号2。那这边横过去，天空画下这段长度是几？3。它比例是1:2:3，这样行不行？好，你看一下，它们长度比例会是1:2:3，这样行不行？好，你观察一下下后，把大家约掉谁？约掉2根号2，好不好？约掉2根号2之后，这边是一，这边是根号3，这边是根号2，这边是根号2，这边是根号3，这边是一，这样行不行？所以说，老师可以知道 A、B 这两个点，所以说你可以知道这四个点之间距离有相距是一等份，有相距距离是一，有相距距离是根号2，有相距距离是根号3。所以说，老师想请问一下。A、B、C、珠这四个点会在上面这个平面吗？如果说在这三个平面上面这个平面来讲，它们距离只有要么就是一，要么就是根号2，不会出现根号3的，对吧？所以说在这个平面也是一样，距离要么是一，要么是根号2。所以说一旦出现根号3，可见 A、B、C、珠这四个点是怎样斜过去的，对吧？可见这四个点
它位置会这样斜过去，在这个平面，这样行不行？可不可以？可以后，它们位置会这样斜过去，这样行不行？可不可以？才可能是一比根号二比根号三，有没有看到？这对面这边是根号三嘛？所以说你去想象一下，只要 A 点在这 ，A 点和 B 点距离是几？一，所以说 B 点是在这的，行不行？现在 AC 是根号三，可见 AC 过来这段会是根号三，对吧？哈 ，A 出是几？四，哎，单单一个对角线是四，对吧？哈 ，A 出这边是几？根号二，所以说这时候一，这是根号三，这边比上几？根号二。所以说检查一下 BC 在这边不错，对吧？哈，它是对角线，比例是几？根号二。BC 横过来，有没有看到？所以说比例是几？根号三。CC 出是这段边长是几？比例是几？一，没错。所以说找到了 ABC 出这四个点是这样子画下来，这样行不行？可不可以？可以哈 ，OK， 行不行？所以说找到 ABC 出这四个点的，好。所以说这时候麻烦你另外把这四个点坐标把它算出来。刚老师讲过一个观念，这个 ABC 柱是什么？ ABC 柱都在同一个平面上面，而且这平面是什么平面？ SY 平面，对不对？所以说老师想请问一下，你要找到这两个点怎么找？其实很简单，你把它连起来，其中这条线，哎，把连起来的时候，注意听，你把连起来之后，老师想起来这边会讲垂直，哎，告诉我，这 ABC 柱这个平面是 SY 平面，所以说这个平面是 SY 平面，这条线会垂直 SY 平面，可见这条线会平行什么轴？立轴，对不对？同理，这边把它连起来，有没有？把连起来做，老师可以知道这条线会垂直什么轴？垂直 SY 平面，所以这条线也是什么轴？也是立轴，对吧？所以说我只要找出这个点，这两个点的中点，找到这个中点的时候，往上升这个顶点，往下降是个顶点，是就出来了。所以说这时候哈，老师把这四打这几个点，好不好？把它取名多少？把它给一个名分名称行不行？把它叫做 EFGH 行不行？所以叫 E， 这叫 F， 这叫 G， 这叫 H， 行不行？可不可以？可以哈。这时候这两个点呢，老师把这个点把它叫做 N 点，把这个点把它叫做 N 点，这样行不行？好，老师现在要先知道一件事情，什么事情？这个长度是几？哎，这是个什么形？正方形。边长是几？二根号二，对吧？哈，所以说你观察一下，边长是二根号二正方形，可不可以？可以哈，这边长是二根号二正方形，对吧？哈，对角线长度是几？啊，把平方加平方，平方八，平方八，八加八，十六，开根号四，所以对角线长度是几？四。所以说我可以知道这段高是几？二，这段高是几？二，这样行不行？好，所以说这边第一件事情结束后，第二件事情，今天 N 点为线段 BC 是什么点？中点。所以说老师可以知道 N 点是几？麻烦你把 B 加 C， 把这两个相加除以二，算出来是几？负根号二。零零，这样行不行？找到 N 点之后，麻烦你以 N 点为中心，往上升两个去找到 F， 所以 F 是负根号二零二，往下降立轴，往下降两个变 G， 所以 G 就是负根号二零负二，这样行不行？好，第三个，麻烦你再去找到这个 N 点。这个 N 为 A 柱的什么点？中点，这样行不行？所以 N 点为线段 A 柱是什么点？中点。所以说把 N 点找到，把 A 和 G
两点相加除以二，算出来是几？根号二，零。找到它之后，注意听，以 n 为中心往上升两个是一，往下降两个是几 ？h。所以说一点坐标是几？根号二，零，二。h 坐标是几？根号二，零，负二。我就找到这另外这四个点的，好不好？你再下去看一下选项，选项去把选出可能出现的选项，这样可不可以？可以哦，把这边看一下。